很有纪律性，防住二楼操！阳台有个，我要干了。好撞！我来了。这逼为啥在阳台要把门儿给？不知道，不知道。他倒了之后拿头蒙顶那个门。我已经补了。对。哎呦喂！打了打了。我一楼一楼一楼，那个啥，晃一下。 没闪，左手贴着呢。去厕所了。厨房两个队撞了。 好学吗，朋友？我们华二生的，你别开枪就行。别别！检查了，大张的。大张看到你们了。大张封烟了，大张人应该多。我有点三枪。我操！哎！啊！线没了。你行吗，国仔？ 什么成分？说一下。哎，没人打烂你的厕所，你活得挺好的。过两天一过去给他补。被点掉了。还好，罗迪给他打过枪。防人不漏啊。 行，我一会儿马上过来。这为什么能补啊？这平时不能补。他就在那个时候。小孩在看着我呢，厨房。我要把右边那个人杀了。看我在哪地方？右边两个人，哥们。这里。 二打四，我操，兄弟，二打四，你妈的出来两个，能救啊？人跑了，能过来就能救，你打吧。毒边跑上去一个，三个人在这一侧，四标这一侧，然后毒边黄绿线跑上去一个。左边拉了一个，我来看到没？来说。